到了。大声哦！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怕。长大后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怕得越快，越得比别人高。将来大家看得出我的妈妈，大家唱都是我写的歌。来咯，小朋友，这些朋友怎么问他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只想学画画，跟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只想跟着音乐做练习。为什么要带大大的飞机？为什么要一家子用五星级？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说那种话，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长大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风有痛有苦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，乖乖的。奈拉大声，温暖中吃香。